现在大概温度是零下17、16、17度吧，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冷的温度了，最低的温度了，特别有意思。现在天色亮起来了一丢丢。紫薇薇冻得瑟瑟发抖的我们俩，好冷哦！看看太阳出来了，零下16度，感觉手都快要冻不见了。雪就像烟雾一样飘了过去。可太美了。Happy New Year! Happy New Year! Hi.